今日 CSL 产品专员同大家介绍嘅就系 Zenfone 11 Ultra。新机其中一个最大嘅惊喜就系 Asus 一改以往 Zenfone 系列嘅小型幕风格，改成近年更受大众欢迎嘅大型幕。Zenfone 11 Ultra 用咗最新嘅 Snapdragon 8 Gen 3旗舰级处理器，亦都配备 6.78 寸 AMOLED E6 LTPO 型幕， 5500mAh 大电量， 65W 有线快充， 15W 无线充电， IP68 防水防尘认证，仲支援最新嘅 Wi-Fi 7， 喺硬件同操作系统上都可以话系顶级嘅质素。而拍摄方面，新机用咗专业级三镜头相机系统，搭载六轴防守阵 Hybrid3.0 云台，而且仲有多种最新的 AI 功能和图像处理技术，好像是 AI 人像录影、4K 实时散景摄录都做到，要全天候拍摄真是毫无难度。其他仲有 AI 录音笔记、AI 即时通话口译和 AI 智能桌布，将于稍后软件更新就可以使用。Zenfone 11 Ultra 配合 CSL 5G 网络、2500mAh 光纤宽频和 Wi-Fi 7 Router， 就可以随时随地同朋友分享你的摄影大作。有兴趣的朋友快啲嚟 CSL 专门店感受一下啦。